那我们画好这些重点了嘛？所以接下来呢，我要请你做一件事情，就是说，新增加一张投影片，然后请去把这些重点啊，列出它重要的关键字。举例来说嘛，这边是不是看到一个句号？句号，这些一定是再讲一件很重要的重点。好了，那在这个地方呢，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些文字呢变成，例如说他现在谈的是不是进出口，好，那他谈了什么重点先不管，好，他谈了这件事，他谈了就是说那个我们的出口多少，然后接下来同期成长多少，然后也谈了进口多少，然后成长多少，对不对？接下来呢，在这个地方他谈什么？你画出来的重点是不是美国、欧盟、日本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在这个地方谈的是地区，但是这个地区可能我们叫做什么？经济贸易体。你看在这个地方是不是看到一个经济体贸易，有看到哦，所以这个经济这个专有名词啦，应该叫做经济体，可以吗？这不是我说的，这是他文字里面说的，他就在讲地区。接下来另外一个重点是什么？你看哦，这边是不是有三个项目，就是说这个国际电子零组件持续升温，原物料价格回涨，接下来还有什么资本设备进口好成长，所以呢在这个地方是不是他在谈什么生产力多因素，可以吗？所以在这个地方是不是我们它的重点叫做什么利多因素，应该多加两个字叫生产力多因素。听得懂我现在所陈述的意义哦，就是说当你今天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呢，它里面其实已经隐藏很重要的一个项目，这个项目呢你一定要找出来。一刚开始是不是在讲进出口，接下来是不是在讲这个经济体这些地区，接下来再讲那个为什么会成长的原因。你懂这位作者他的一个文字撰稿的思维了，他是不是在讲这三件事，接下来把这个转换成 smart， 那我们来换换看别种好不好？不要一直都只有做这个16种。好，我们看其他。例如说，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可以看看那个流程图部分、循环图。循环图，例如说，我现在做这一个好了，做这一个。好，当你做这个也可以啦，但这个预设是不是4个？好，我们先做3个，然后确定。然后记得哦，换个颜色，换第一个，然后接下来呢，把它变成一个立体化。是不是有什么生产力多因素，还有进出口，还有经济体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所以我们是不是把这篇文章它的一个重点先 mark 出来，然后产生这样子的图。还没结束哦，还没结束，因为转换成 smart 你们都会嘛。接下来呢，你还要再动手做一件事。这边是不是有看到那个出口复制贴上，
我建议各位你贴的时候呢，可以使用来源的那个样式，因为来源样式哦，我刚刚是不是 mark 起来变成红色字，对不对？好，记得哦，你要放在这边，还是要放在这个地方？右上角哦，因为这边是不是都在谈进出口？接下来再继续去贴，这边是不是谈了出口，再来谈进口？贴上。然后把它贴在适当的位置，当然最后你不能贴到外面去了，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些调整？这边是不是看到经济体？经济体是不是要去找这个复制？最好不要这样子一起贴，我们最好是复制，然后接下来到这个地方，你不要贴到这里面哦。你不要贴到这个框框里面，贴到外面去，贴上，然后把这美国呢搬到这里，还有欧盟复制，贴到这里，贴上，还有日本复制，贴上。我要全部都做完，快了，剩下三个。这边是不是有看到国际电子零组件？好，复制，贴到这边，贴上，搬到哪里去？搬到这里，因为这些内容是不是在讲生产力多因素？你不能贴错位置哦。那在这边为什么不是贴直的，是贴横的？因为它这边那个因你的位置的关系，好，所以你这样大概理解为什么刚这边好像看起来是空空的，有看到两边空空的，好，那都是有原因的。接下来呢，再继续把这个原物料价格回涨贴上。接下来还有这个，资本设备进口复制贴上。好，我们先暂时做到这边，这样子的话是不是把这份文件基本的已经改成图解化了？请问一下，你希望给观众看到是这样子的内容还是这样子的内容？当然是现在这样子的内容，还有您可以借由这样子的一个动作，了解你的老板到底在撰写文章时的逻辑思维，这是非常重要的重点，而且你完全没有漏死掉他的重点，因为文章是他写的，简报是你做的，那你又忠实的去把他的思考全部都放在简报里面，然后陈述出来，我相信后面只是等待开花，然后结果之后你再去摘。好，希望提供给你们参考，请你们先动手做到这边。